网红店三个叔叔手工吐司来到休斯顿了，各种美味可口的吐司超级鲜美，就在百利大道的惠康广场，请看记者 Sky 发来的现场报道。喂，你好，今天很开心啊，来到你新开张的这个面包吐司店，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，然后介绍一下你新开的这个店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三个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顿总店。今天12月10日是双峰的从早晨10点到下午8点，然后全场85折，欢迎大家来品尝国内知名品牌的手工吐司。非常感谢，非常开心，我们又有了一家新的网红店。那我也想请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大概都有哪些口味吗？总共我们有将近30种，然后呢，但是非常 popular 的，大概就招牌，招牌奶酥啊、肉松、蔓越莓，还有北海道吐司，是非常那个鲜美的，对，然后都是手工现做，没有任何添加的，这是我们的特点。好，我看看我们还有奶茶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些饮品系列，果茶、奶茶，还有咖啡什么的。好，非常感谢，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多来光临，谢谢。